师傅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杨主任，你要尽快止血。赶紧请。医生，你来走。血压在下降，心率上升到120，快，你来走。小事都要精心安排，下雨有伞从无意外，没有承诺在一起，谁都早已看出来我的生活。来，还在睡觉。再这样不明不白，我就是要大声地说出来，我爱你爱你爱你。夏主任，夏少卿，是爱你转身离开，我恍然明白，还是以为想有你的存在一直都是。血压恢复正常。糟糕，小事都要精心安排，下雨有伞从无意外，没有承诺在一起，谁都早已看出来我的生活。医生啊，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？出血已经止住了，没有生命危险了。不过，我们需要切除输卵管。什么？什么？这小雨的输卵管受损严重，我们建议切除。切除输卵管？可我女儿还没结婚呢。医生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我女儿一向就乖巧听话，怎么能干出这种丢脸的事情呢？小雨爸爸，你冷静一点。小雨宫外孕就是已经确认的事实。医生，切除了输卵管。我女儿还能当妈妈吗？理论上是可以的，她有另外一侧的输卵管是健康的，就是现在我们必须马上切除左侧输卵管，赶紧签字吧，小雨还麻醉着，等不及。再等一下。Thank you.
没事吧？谢谢。 好好的为了自己去生活，忘记我吗？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给我离开这里！你放开我！你这个疯女，你怎么咬人啊？ 动手的，吴医生，求求，求求，发什么疯啊？我要跟你离婚，马上离婚！凭什么离婚？恋爱不做过了吗？孩子是你的，凭什么？就凭你是个骗子！我骗了你足足骗了我5年的时间。李红，你看看，这是谁？ 你是不是有提成啊？我这样做就是对小雨的负责。你负责负责，你负什么责？你负责啊？你口口声声说负责，你负责就要把人家那个输卵管随随便便就割掉了。你是结婚让他怎么做母亲？我看你们这些所谓的白衣天使啊，比刽子手还狠。老师是吧？教授。教授，今天就让我好好的给你来上一下课。哎，干什么？这里就是胃，这里就是盲肠、子宫，而这里就是输卵管。正常的怀孕孩子应该怀在子宫里，但是如果孩子长在了子宫以外的话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宫外孕。别动，拿起来。不是想了解小雨的情况吗？ 小雨的情况就是在精卵结合的过程当中，由一个既坑爹又坑妈的精卵结合体胚胎没有顺利的回到子宫，
而是长在了子宫以外的输卵管里。随着孩子周数越来越大，增大的胚胎让输卵管快速的膨胀，病人就会感到下腹的隐痛和胀痛。如果不及时，这是一个神奇的演讲，想知道宝宝是怎么形成的吗？那么这位叶医生的讲解可谓有声有色。王医生，嘀咕啥呢？我这人就喜欢自言自语。那你是得多寂寞呀。如果当时我没有切断这根已经破损的输卵管，那小女以后还是会出现宫外孕，还是会有危险。而造成你女儿这种局面的，就是你们这些做父母的。你是口口声声说爱她，可是你对她有足够的关心吗？你关心她，你知道她第一次例假是什么时候吗？你告诉过她初潮是怎么回事吗？你告诉过她来了例假之后就成为了真正的女人，该注意什么，防范什么，你告诉了吗？我看你们两个才应该好好接受一下性教育。女儿出生之前千方百计地给她做胎教，女儿长大之前总担心她未来嫁什么样的老公，生孩子该注意什么。可是母爱不是过去式，也不是未来式，是现在爱的表达。像小雨这个年纪的女孩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关心，而不是一味的指责，一味的辱骂。我们都知道十月怀胎不容易，可是孩子做父母的应该学习一下，你不能忽视了她的成长。我来问你，你这个做爸爸的，你有足够的关心过他吗？那现在出了问题了，你们怎么好意思把所有的责任推到孩子身上呢？你们知道吗？小雨就是因为不敢面对你们的指责，所以对我们医生撒谎，对你们父母撒谎，所以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。小雨为此付了多少的代价？小雨妈妈，在孩子困难的时候，还是少一点指责，多一点拥抱吧。小雨，妈妈对不起，我不好。我觉得你可以带着叶医生去看看律师事务所，你们都太能说了。我看靠谱。新的人才应该去死，比如说像我才应该去死。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。如果深爱你的人因为你离开了这个世界，而你却苟且地活着，那活着的人那是有多么痛苦。你的错算不了什么。你不要动。有的错这一辈子连说声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。你可不可以听我说，我给你讲个故事。你先蹲下来，小心啊！慢一点，慢点。慢一点，我上来了啊！李红，曾经有个男孩，他非常非常爱他的女朋友。他们因为年轻不懂事，他的女朋友怀孕了。男孩因为胆怯对医生说了谎，错过了治疗宫外孕最好的时间，导致他的女朋友大出血死在他的眼前。就像今天，如果你真的跳了，你就会死在你老公的面前。不要听。你说谎无非是因为你爱你老公，想跟他在一起，不想分开，对吗？而那个男孩呢，他为了说谎，他一辈子都活在痛苦里。只要他一闭上眼睛，他就能看到他女朋友绝望的眼神。是男孩害死了女孩，
不管他多么的忏悔，他的女朋友都活不过来，所以他通过帮助很多人的方式去赎罪。他以为他总有一天可以成功的面对宫外孕手术，可是他错了，直到今天他却无法摆脱。李红，如果说有些人愿意结束生命的方式去结束痛苦，那个人不应该是你。你死了，你孩子怎么办？你老公怎么办？李红啊！李红，你还相信我吗？我相信你，你不要闹了，快点下来，很危险的，这样我们不离婚了还不行吗？我不想死，我只是不想离婚而已。田丽祥，你说句话，你爱你老婆吗？我说呀，我爱你老婆。老公，我也爱你。一个为你孕育生命的人，一个为了爱你而放弃生命的人，老婆，我来了！爱情才能经得起这样的百转千回，看来叶医生是深有体会啊。别说我了，王主任，没看出来你还有做编剧的天分，说的我都感动了。杨主任，叶子，你叫我。有病人，走。